上个视频我们击败了侯毅的 BOSS 海军陆战队周氏，这个视频我们来解锁古神星结合点。古神星结合点有两个结合点任务，任务一要击败侯卫一的 BOSS 海军陆战队周氏，这个我们上个视频已经完成了。任务二要我们完成系列任务金具之心，这个任务Paria 前面的视频也已经完成了，不知道怎么做的朋友可以去 Paria 的主页翻看。完成所有的集合点任务以后，我们就可以去挑战古神星集合点的守卫者 Trinity 背影。我们还是使用解锁火衣集合点时候的配合，很轻松的就可以击败他。解锁古神星集合点以后会奖励给我们20000现金、狙击枪、星空火山的蓝图、双剑的驾驶 mod 旋风虎击和可以增加近战毒素伤害的 mod 热病打击。